高中美少女，成电单车坛女神。咪以为电单车定系啱男仔啊？有份搞日本 Auto Race 电单车赛嘅 JKA 集团宣布，出年六月初登场嘅二十个新秀车手入面，就会有两个女车手啦。呢位十八岁高中三年级嘅靓女，系近年电单车界冒起嘅风头等。2005年曾经夺得儿童组电单车界冠军，去年喺全国女子赛仲得第七。佢嘅玉照开始喺网上热传，网民都话佢手车辣，人仲靓到过火添啊！佢同26岁 OL 车手板井云珠齐齐击败近千个选拔赛嘅参加者，成为新泽女车手。连 JKA 会长都话，佢两个话唔定就系打救车坛嘅女神啊！